本院委员罗淑蕾等十一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有线电视台节目重播率过高，不仅影响民众收视率选择的权益，也会让电视节目品质降落，不再具有竞争力。因此，为减少收视民众的经济负担，同时促进电视台间的良性竞争，本席等提案建请 NCC 应紧速推动有线电视分组付费机制，是否有当，请公决案。本院委员罗淑蕾等十一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院严处。全委会有无异议？无异议通过。请郑丽君委员发言。郑丽君委员不在场。